来，给，谢谢啊，没事，谢谢。头臀比5.7，啊，嗯，你说他什么时候能叫爸爸呀？为什么不是先叫妈妈再叫爸爸呀？行，不跟你争了，来，送给妈妈一个礼物。这两天你就在家闷头做这个呢？嗯，我一直有个梦想，我们有一栋大大的房子，房子呢在山底下，房子前面呢有一片大大的草地，草地上有一棵大大的丁香花树，风吹过来的时候啊，花香四溢，我呢就坐在树底下喝咖啡做手工，你和孩子啊就在树旁边捉迷藏。嗯，这一天不是快到了吗？谢谢你。不客气。白宇，今天乐乐踢了我一整天。阿姨说，她当年怀你时也是这样。我就想，是不是乐乐他想爸爸了呀？因为我今天也特别想你。说真的，我现在一回想起来，就总是你睡着时候的样子。那时候，我总会一边看着你，一边猜，乐乐长大后会不会也是这样？想着想着，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，就在我梦里出现了。我现在在阿姨这里住得挺好的，她一直都在照顾我，只是很多话我没法跟她说。我也感觉她有好多事儿不愿跟我说。白月，等你收到我的信，你能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也就是说，宋白宇没拿到钱还挨了揍。那以你对宋白宇的了解，这事儿他能这么就完了吗？他恼羞成怒，说一定要把这些商业的文件公布出去，让我倾家荡产。杜队长，你也知道，我是一个本分的商人，我的目标就是让咱们厂里边这些老百姓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，所以我绝对不会受这种违法分子的威胁。我跟他说，你现在马上离开我家，如果你要是不离开的话，我就打电话报警。我是生意人，怕有负面新闻，怕这种事情被社会上的人给放大利用。宋白宇走了之后，你们父子俩干什么了？训斥，我严厉的训斥了东城。后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电话会议，我带着东城去开会了。那上次我们去你们家，你为什么没有提你儿子跟宋白宇动手的事儿？中国有句老话嘛，家丑不可外扬。我觉得这么小的事情就没必要给警察添麻烦了。那地毯上的血迹为什么事后清理了？我爱干净，家里的管家和保姆也见不得脏。至于他们什么时候去清理的，我还真的不知道。好，
最后一个问题，那天你为什么让物业把你们小区所有的监控全都给关了？因为我觉得在韩江市我也算是公众人物吧，宋白宇被通缉，他找上门来，如果让外界知道，肯定会对集团公司产生不好的影响，所以我就让管家通知物业把监控关掉，因为毕竟那是自家的楼盘嘛。嗯，好，周先生，那今儿先这样，谢谢你的配合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，赵先生，那一天跟宋白宇一块儿去你家的那个人，他是谁啊？来我家的就宋白宇一个人，没有其他人。不是吧？有人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金发女子，就在你们家楼下。进我们家呢，就宋白宇一个人。如果外面还有什么人在等他，我真的不清楚。明白了，谢谢你的时间。祝涂队长早日破案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这以前啊，是我最喜欢的味道，现在闻不了了。你能喝咖啡吗？肯定不行。但是我也实在是太想念这味道了，咖啡啊。木工啊，都会让我想起白宇以前的家。林先生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在不违背大原则的情况下，你能告诉我什么吗？好，在你们家。我发现了一个木锁，木锁里面有个芯片，这芯片里还有一段视频，视频里说，如果他不是已经出国了，就是已经死了。我不明白，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感？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关于死亡的预感。我能告诉你，白宇在出国前的计划和安排。他本来打算让我先飞到夏威夷，然后转机到圣基茨。他说他会开车到河内，到了那之后他会跟我联系。之前他已经在瑞士银行存了一小笔钱，等到他人过去之后，他会再带一大笔。有了这些钱，我们可以做点投资，可以保证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，也可以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。就是这些了。我得先走了，我如果出来太久，白宇妈妈会问他。这几年我撒了太多谎了，我累了，我也不想再撒谎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来吧，开始吧。中柱，中柱，目前可以确定这个录音就是林队自己录的。
当时现场除了林队还有另外两个人，我截取了这段录音里面的人声和呼吸声，计算了一下这两个人当时距离林队的位置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距离的远近就可以确定是谁对我爸动的手？理论上可以这么理解。咱们再听一遍啊。通过计算，这个没有说话只有呼吸的人距离林队当时的位置非常接近，小于50公分，而秦修文呢会稍微远一些，至少在120公分之上。你的意思就是秦修文当时在现场不是离林小勇最近的那个人？是的。不是秦修文，因为120公分远远超过了秦修文单臂臂长，所以他很难直接接触到林队。那现在找出音频中第三个人是案情的关键，对吧？钟叔说的没错，这个人就是杀害我爸爸的凶手，不能让他逍遥法外。老何，谢谢你。我也不是为了帮你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任务，是我们所有人的职责。小何。还有什么新发现？我把背景音的音频波形单独截取出来做了降噪处理，单形成了异轨，一起听听。钟叔，您用这个听。开始。再放一遍。轮渡汽笛声是吧？没错，我查了，两声长鸣笛代表着请求靠岸的信号，所以基本上可以锁定地点就是码头。我根据卫星定位图锁定了本市的三家码头，最南边的这家码头因为是去年年初刚刚开的，所以可以排除在外。现在范围内还剩下两家码头。钟叔，我建议按照声音的传播速率以这两家码头为中心开始排查。林兰，你回忆一下，你父亲当年有没有经常去的地方是靠近码头，能听见轮渡汽笛声的？那个刘家岛码头我有印象，我爸以前带我去过那边的钓鱼店，我记得当时那个汽笛声特别大，吓我一跳，我爸因为这件事笑过。小陆，你马上查一下刘家岛码头所有的调查。得嘞，查着呢。有了，刘家岛码头附近只有一家渔具店，叫吉祥渔具店，开了很多年了。吉祥？不叫这个名字啊。夫人。香港那边的事情已经办妥了，现在就是韩江的货是有点麻烦。没关系，我要去联系。外面风大，到屋里坐吧。陪我坐一会儿。手怎么那么凉？正是因为凉，才要出来晒晒太阳。
兰的孩子怎么样？身体还好，情绪很差。今后的生活，他可能没有准备。万一我们两个人被通缉，孙子的生活必须有保障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我来就是看看你，孟晚一个人在家不放心。你就。小孙子的未来就靠我们两个人了，咱们不能出错。我想的跟你一样。来了，来坐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当年吊厂的老板何老板，这位是我们检察院同事林兰。请问各位领导找我有什么事？请问一下，这个人你还有印象吗？哦，他呀，他是个警察吧？这个人好像姓林。你还记得呀？怎么突然问起他呀？这个牵扯案情，不便多说，请你理解啊。理解理解，我只是没想到，都这么多年了，还有人找我问起他的事。您这句话什么意思呀？也算是我的一个心结。有一次大半夜的，当时也就是这个季节，特别的冷，店里没什么生意，哎，我正准备关门。他突然很急的到了这儿，还带了一个人。当时我也没有多想，就正常做我的生意。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新闻上就说这林警官死了，死的是非常突然，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也非常深。以前啊，他总来我店里买东西，还有一次带着他的女儿，也就这么高吧。想起那个晚上，我就觉得非常蹊跷。那您看一下，这个人是那天和林队一起来的那位吗？这个不记得了，因为那天天特别黑，而且我离那人很远，根本看不清。这样吧，您要再想起什么呢，咱们随时联系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。没事，谢谢了。没事，没事，客气了，客气。那我们先回了。哎，行，那你们慢走啊。哎，哎。哎，浩哥，小陆，来。我听说，那宋白宇手机内存的数据都恢复了，是吧？对。你看这个，这就是从宋白宇手机里恢复出来的通讯记录。这儿，这是温婉给他打的电话。但之后所有未存的未接来电都是温婉的新号码给他打的。我想宋白宇你还是比较了解一些，所以想请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隐藏信息。15:34，他们通过一次话是吗？但是温婉给宋白宇打电话应该挺正常的吧。不，小龙，你不知道，温婉找过我，他跟我说这个时间点他手机已经丢了。那会不会是温婉为了掩饰他给宋白宇打过电话，故意骗你的呢？不知道，但我总觉得这事没这么简单。辛苦你了，我再去搜集一些资料。行，那你自己注意点啊。好。
秦雯，出来休息会儿，我有点话跟你说。这张卡是给你的，密码是白羽的生日。等着情况稳定之后，我就会送你出国。阿姨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在不知道是谁杀了白羽之前，我不可能走的呀。你为什么这么想知道这个真相呢？难道您不想知道吗？你太年轻，很多事情你不明白。跟你最在乎的人相比，这个真相不值一提。不是的，阿姨，我最在乎的人就是宋白羽啊。不对，你现在最在乎的人应该是你和白羽的孩子。送你平安出国，不仅是我的愿望，也是白羽的。那您呢？您会跟我们一起走吗？不会。我可以答应你，等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，我会去找你，陪着你一起把这孩子带大。收下。想想，真的，那个录音是真的。我爸去过那个鱼棚，而且还有人跟他在一块儿。怎么了？这个。没事，新的，你喝吧。我今天和老郑去了那个鱼棚，那个鱼棚老板他记得我爸，他甚至还记得我。他说最后一次见我爸的时候，我爸好像跟什么朋友在一起。那个老板对那个人还有印象吗？他就说那个人当时很害怕。害怕？有没有可能这个人其实是录音里的第三个人？有可能。那他跟你爸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出现在一起？如果这个人是凶手，他们来渔具店又为了什么？所以说线索到这儿又断了。不过那个鱼棚的老板说了，他想到什么会给我们打电话。行，那你先别着急，咱们先等一等，或许会有新线索。你在看什么呀？赵氏集团的资料。喂。哎，境外银行的钱你动了？对，我给了温婉和孩子。我说过，再给我几天时间。我动的是我的那部分。什么时候走？快了。还是我来安排吧。现在
动作大了容易引人注目。秦霄，我不是你的敌人，我是在救所有人。好脏呀，回去应该洗澡啦。哎呀，怎么变矮了，快长高了。潇潇你好，我可爱吗？好可爱呀。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潇潇，你看给你带什么来了呀。谢谢姐姐。真乖。远浩叔叔也来看你了。远浩叔叔好。哎，你是姐姐，我怎么成叔叔了呀？你个大男人在乎这么多干嘛呀。哎，小小，这个姐姐帮你拿去。这是爸爸买的，不能弄丢。哎呦，小小，你误会了，姐姐是看它有点脏，想拿回去洗一下再拿回来，好吧？不行，这是爸爸买的，不能丢。好，好，不洗了啊。我爸爸是不是已经把我给忘了？怎么会？你爸爸？小小，你爸爸呢？现在要去做一件非常非常要紧的事情。他虽然很想你，但是他没办法来看你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可以过来来看我？他呀，他……小小，等你病好了，我带你去看他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那等我病好了以后，我一定去看我爸爸。嗯。潇潇，我可爱吗？可爱就是你肚子太大了。那是因为我蜂蜜吃多了。你以后少吃点蜂蜜。我不要，我喜欢吃甜的，就跟你一样甜。怎么了？有点感同身受吧。不过我爸走的时候我挺大的了，再加上我还有姑姑在身边。可潇潇不一样，她生着病，爸爸也不在身边，也没有其他亲人。嗯，是不是还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在关心她吧？再多人也抵不上自己爸爸在身边。下午流动开庭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嗯，没问题。哦，那你是不是转岗之后第一次去上庭啊？对呀，还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呀？邱检察官经验丰富，而且流动这个案子比较清晰，证据链完整，没事儿。您以公诉人的身份上过几次庭啊？我这不是在韩江给你当同事吗？也对，还比我低半级。要不你下车吧。被告人刘栋，男，1971年9月28日出生，金海湾别墅区物业职工，因涉嫌盗窃罪，于2018年2月21日被韩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。同年2月25日，经我院批准，被韩江市公安局逮捕。本案由韩江市公安局侦查终结，侦查机关以被告人刘栋涉嫌盗窃罪移送本院审查起诉。本院受理后，依法讯问了被告人，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，听取了被害人及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，经依法审查查明，被告人刘栋因女儿刘潇重病急需医药费，从而决定对自己进行服务的金海湾别墅区 A14栋别墅实施盗窃。于2018年1月29日凌晨1时许，经 A14栋别墅露台进入内部房间，于保险柜中盗取价值人民币200万元的金条4根，随即逃离现场。认定以上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：一、侦查机关移交的相关物证；
二、被害人赵瑞、赵东城的陈述；三、被告人刘栋的供述和辩解；四、现场勘验检查笔录。本院认为，被告人刘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入户盗取他人财物，其行为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64条之规定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172条之规定提起公诉，请依法判处。检察官邱丽琴，检察官助理林兰。别紧张，这以后都是家常便饭。被告人刘栋，你对上述指控是否有异议？你对上述指控是否有异议？有异议。哪些指控不属实？我不光偷了东西，我还杀了人。你杀了谁？杀了两个男的，叫什么我也不知道。当时我偷东西的时候，正好跟他们撞上了，我就杀了他们。后来我偷了他们的车，把他们塞在后备箱里，沉湖了。下面由公诉人讯问被告人。被告人刘栋，今天法庭是以你之前涉嫌盗窃一案开庭，请你如实回答，不要故意欺瞒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说你杀了人，之前公安机关在对你讯问的时候，你只字未提；我们检方提审你的时候，你也什么都没说。请问这是为什么？是检察官在让我撒谎。被告人刘栋，你知不知道恶意污蔑公诉人员是什么后果？知道。那你说说，我是怎么教你撒谎？我说的不是你，我说的是他。杀了人，我特别害怕。本来我不想说这事儿，后来我怕瞒不住了，我想交代，可是他不让我说。被告人，你说检察官助理故意让你隐瞒杀人的事实，这是对检方行为不合法的指控。如果你说了谎话，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，你清楚吗？我清楚，我清楚。他托律师找我，让我交个实底。我说了。后来律师跟我说，警察那一点线索都没有，让我咬紧了嘴，不能说出杀人的事儿来。那你现在为什么要交代？我害怕呀。就算我自己不承认，将来被你们查出来，我得判多少年啊？左右一想，我还是争取主动吧。主动交代
争取从宽处理，或许我还能保条命。那你说检察官助理为什么让你撒谎？这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律师跟我说，这位林检察官心理上好像有些问题。从小失去了父亲，受了不少委屈，挨了不少欺负。他可能一看到没父亲的小女孩，就想起了自己了吧。爸！爸！兰兰，爸爸是不是已经把我给忘了？兰兰，是他爸爸都不能丢。爸！他跟律师说，特别心疼我们家笑笑，杀人的事儿千万不能说。不能让他从小就没了父亲。刘总，你胡说！都办好了，您放心。国外的房子都全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不要耽误，赶紧走。我现在就在去机场的路上。好。黑夜是相隔山的彼岸，扬起的迷雾模糊了边界，心事静默如谜的深渊，选择光明就勇敢刺破黑暗。谎言试着取代了答案，在汹涌的浪吞噬不了光线。心事等它在风暴里沉潜，身为光明就义无反顾的耀眼。在黑暗里站成一道闪电，短暂的挣扎寂静无声的世界，照亮每一次未知的冒险，哪怕只有一个瞬间。白昼的梦魇。
高山的彼岸，冲破了迷雾，真相在眼前。